创意的木质作品，每颗棋都有特殊造型，利用自行车加工剩余边角料做成文创商品。 TCOD 台中原创品牌计划以台中在地传统产业注入文化为发想，这些作品从6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。市民广场，还有那个国家音乐厅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台中科学博物馆。那我们就想要借由一些简单的图腾，然后可以去介绍一些台中特殊可以欢迎大家来台湾观光的一些景点。设计优化以外，我们希望使用在地的农产品，那符合现在的永续减碳包装。今年 TCOD 台中原创品牌认证，邀请不同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团，经过两阶段的评审，颁证品项分别为工艺品、视觉及包装设计、创意生活三大类别，总共30组商品获证。我们不止在工艺类，我们结合在地的产业，比如说像大甲的蔺草编，那比如说像包装设计，我们有甲安普的这样的相关的风情画进来到我们的包装设计类。那在我们的评审过程当中，我们真的是惊艳又惊喜哦，里面不只有台中的文创文化，还有很多的巧思。台中市文化局长表示，推动 TCOD 台中原创品牌计划至今已经3年，广获台中在地文创业者热烈回响，报名件数倍增，代表台中市创意设计力丰沛，让民众感受到台中原创品牌的魅力。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元杨淑棉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